再后来，无论是动漫圈的，还是小说圈，或者二次元游戏圈子的个别网友，对肖战有了莫名的敌意。最近有一款二次元游戏很受玩家们的喜爱，然而因为运营者的操作失误而引起的一系列风波，更是让不少网友关注。这款游戏本身和肖战没有任何关系，然而却偏偏能够和肖战扯上一堆的事情，将黑锅也扔到肖战身上。当远离这么些嘈杂和觉得不可思议的偏激之后，就会发现原来善良温暖才是正能量的主流。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少善良和温暖，善良是一种修养，是一种品行，更是一种温暖。肖战本身是一个温暖善良的人，粉丝更是粉随正主坚持将爱传递出去，不会把公益当作口号，而是当作身体力行的坚持。如今肖战粉丝用公益点亮30层地图到达第19站，公益接力还在进行中，每一个参与进来的粉丝在这中间传递的是善意，收获的是快乐。善良是一种修养，一个善良的人一定是温暖的人，乐于助人的人，懂得珍惜和感恩的人。无论是那些肖战去过或者不曾去过，有他的身影或者还未有他身影的城市，大家都一路跟随，大家积极响应号召，用实际行动去传播正能量的事情，去传播正向的价值观，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，将热心公益转化为追星的日常，这才是粉丝追星应该做的有意义的事。这句话在许多人看来或许是一句看不见摸不着的话，但是每每在各种公益中看到小飞侠们的身影时候，都会感慨多么有幸因为肖战而结缘，因为肖战这个名字这个人而相聚。有那么多的人拥有着共同的目标和期许，一起围着一个目标而奋斗，肖战身上的这种正早已从皮囊渗到骨子，而每一个喜爱他的人早已跟随他的脚步大步向前，向阳而生，迎风奔跑。肖战。